睇完以上嘅片段，希望家长同同学都可以更加了解圣公会邓兆坚中学系一所乜嘢嘅学校。我哋嘅信念，俾学生嘅学习同埋成长嘅机会，透过旧生同同学佢哋嘅分享，更加立体嘅去明白我哋点样栽培同学。选择中学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希望家长可以细心听下子女嘅心声，陪佢哋去睇下多啲学校嘅资讯。至于小六嘅同学，我希望你哋都去谂一个问题，就系你想过一个点样嘅中学生活呢？最后，我想呢度咧去介绍我一班嘅副校长、课外活动主任、校园电视台嘅同学同埋老师。今次嘅简介会咧系由佢哋一手去策划、拍摄同埋剪接嘅，或者呢个系一个好嘅例子，我哋邓兆坚中学点样去栽培每位同学？俾佢哋機會，信任佢哋，俾佢哋發揮。再一次多謝大家出席今次嘅簡介會，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個校園咧再見到你哋。再見。Good take. Yeah.